第一名，第二名。哦，很厉害，这个我就很佩服了，我连走路都怕。第三名。来天后宫长老教会，这里以前都是海水，拉的是古代的堤防，不要怀疑。现在你现在站在台湾海峡，我四十几年前的时候来的到天后宫，真的。请不要透露你的年龄，你不要说妈祖是你亲戚。不是，真的很感谢你，有你我才会重现这边，要不然以前的这边。300年前这里是台湾海峡，那个吗？对啊，那个是古代的堤防啊。恭喜你们从台湾海峡迁过来、骑过来，因为300年前这里都是海水，那个是堤防。堤防那么矮，以前啦。300年前算很高。300年前。他跟我一样霸咖的啦。恭喜你们从台湾海峡骑过来，300年前这里都是海水。活了，活回来了。妈祖保佑你们骑来了。加油！一条鱼冲上岸的造型。